董璇疑似新恋情曝光，与中年男一同打理餐厅，离开高云翔后新请假。消息一经爆出，娱乐圈便是一片哗然。毕竟在很多人心目中，高云翔和董璇可是模范夫妻。近日拍到董璇与几位好友在亲子餐厅内聚餐的画面。不过有趣的是，送友人的不仅董璇一人，他身边还有一身材发福的中年平头男子。董璇坐的沙发不大，能同时坐两个人，不过若是陌生的两个人坐在一起会略显尴尬。有意思的是，董璇在换鞋的过程中，该男子并没有起身离开，而是稳居泰山，探着身子说起话来。这些动作和行为只能说明和董璇关系不一般，若说是新恋情倒也牵强，毕竟证据不足。不过真要是新恋情新恋人也没什么奇怪的，毕竟董璇已恢复单身，恋爱自由。